大家好，本人是陈龙宇。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用三元纳气来印证游锡印二宅实验的案例第八个，叫做无锡城内昌桥街朱义生这个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他这个是卯山酉巷，这边是卯，这边是酉，他是这样子的哦。前面这边上面是卯，底下这边是酉，这边是他的坐，这边是巷。好，然后他说前向前金后坐坤，这句话很多人看不懂。他说他坐的位置，他在说这个朱义生帽铺这个啦，哦，他的柜台，他坐的位置前向前后坐坤，那怎么会这样子？前是西北，坤是西南，怎么会有人前面向着西北，然后后面向着西南？会怎么做的？这个不是啊，他这个是先天的，他这个乾坤他是用先天卦，乾的先天就是后天的什么离嘛，坤的先天就是后天的坎。这个我们那个理气基础篇那边有先后天哦，你们有兴趣去看一下，这边不再赘述了。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坐离向坎，就是坐南向北的意思啦。哦，它是前向前金后坐坤哦，所以也坐北向南啦、啊。哦，坐北向南，后坐坤嘛，哈，所以它是坐北向南的意思啦。那北在哪边？北在这边，南在这边，所以它等于说它是坐这样子啦，它的位置是坐这样子，哦，向着南边，坐在北边的位置，向着南边。哦，那很多人这边都看不懂，奇怪怎么会乾坤？再来，万方活动受天恩。万方活动的意思是指说它的活动都从这条线。那为什么这是万方？等一下我跟你讲。小资本理偏开展，扩大生涯到对门。哦，都是他生意很好的意思啦。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啦、啊。哦，这个店铺它的外面这边收汛气，这边收坤气，就这样子而已。收汛气的话，旺丁财，出财事花，文明重科甲嘛。然后收坤气，得女财，得不动产之财，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小资本理偏开展，扩大生涯到对门，就这样子啊。哦，跟他这个活动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他人在这边，然后他收的是巽跟坤。就这样子。好，那还有齁，这例子还有。然后他不是有钱了吗？对不对？他就喂啊，我那个没有，哎呦，这里齁，我这边他有钱了，他就到这边来再开更大间一点的嘛。这个四月这个不用看了齁，我们直接从这个。他说双开间有山卯巷昭节之殿、哦、他变成是用卯山、欸、有山卯巷、哦、这边是酉，这边是酉，这边是卯，因为接在这边嘛，他已经像这样子出去的、哦、然后他说山壁望星四绿生气落入
水里，而致商榷爱子，他的爱子、哦、受伤，结果好像死掉的样子嘛。况水上四九，这个都是那种悬空指白，这不用管他了、哦、我们就是知道说他损子，然后哦肝及足。还有什么？还有以致历年积蓄，历年的积蓄精华，什么什么都被火都火灾嘛，哦，就这样子啦，哦，大概就是发生这些事情了。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好，他这是有把他的那个桌子椅子画出来，他坐这边。好，那坐这边的话，外气收什么？艮气。他坐西向东，酉山卯向嘛，这跟我家一样。哦，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在神位祖先牌位啦，也是这样做的，收艮气，跟他这很像。但是我们现在是下元，他这是上元，上元就不好。哦，收艮气的话，会鼻病、鼻子方面的疾病，哈、哦，还有关节炎、结石、便秘、血管阻塞、腰痛、脾胃病、驼背、败财等等。再来，你看他主人的起居室，他主人的起居室啊、哦，应该我们应该了，我们假设了哈，他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左右了。头应该在这边，因为他照在这边嘛，一般人哈、哦、头不大会像照那一边了、啊，所以他的头应该是摆这边。那这样子的话，一样这个哈、哦、一样会收艮气，所以就刚刚我讲那些病哦，一样跟这边一样，而且外气会收到坎水，这边会收坎水。那收坎水会怎么样？会有耳疾、肾病。膀胱病、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子宫卵巢、血液循环疾病、心理病、水灾，所以他儿子好像就是水灾嘛哈，然后遭到桃花不孕、流产、血光、损丁、败财等等等等等，哦，所以他后来经济困难、负债巨万嘛。再来屋后又有水，他这边有一个城河，有没有？他又离这个水那么近，屋后有水的话，这是行家的哈。屋后有水主损丁，所以他的儿子哦就落入水里嘛，哦就这样子啊。那我们不知道他的儿子是睡哪边呢、啊，哦，所以无从判断他的理气。但是从他主人的房间跟那个。尤其是这一个它有明确标出来嘛，那这个是我假设的啦，哦，因为我是根据它的出那个照在这边嘛，所以一般会这样子，因为它这个门从这边来，它不大可能放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它有可能放在这边，所以又是收艮气，然后以这边水的话是坎水，所以哦在上元运的时候就通通是不好。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